圈中好友情，孙耀威、梁文音深情对唱，暧昧破表。娱乐圈有种暧昧，他们友情已上，他们恋人未满。重拾本行的孙耀威回归歌坛两年后再出专辑，发片记者会上邀来师妹幸福歌姬梁文音深情对唱，又是拥抱又是手拉手，直接把幸福贴身传递啦。哎呦，师哥脸红什么呀？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他声音很美的同时，但是很有感情。但是我跟他在录音的时候，真的是我特别在录音室里面看着他唱每一句，然后他看着我来录这样子，我觉得感觉就好像是隔着麦克风来拥抱，很幸福的感觉。丝丝粉红气息正在袭来，但激动归激动 ，Eric， 你还收收吧。这话要传到女友陈美诗耳朵里，多不是味儿。多帅哥向来有口花的资本，看孙耀威年过40，外表还如此鲜嫩，日前更被网友推崇为动人男神。怎么办？小智有对手喽。我觉得这个称号还蛮可爱的，之前是网络在选，其实我一开始看不太懂，那后来他们跟我说，原来这个解释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就是至少是个神嘛，不管是什么神都是个神，也是好的。孙耀威也大方分享了自己永驻青春的大秘诀，就是随时随地保持快乐心境。别怪小编瞬间急了眼，你是没考虑到，不是人人都像你这般底子好呀。